这么拼，八成是喜欢你吧。鬼哥，鬼哥，我一会儿想去看看何欣欣，你要不要一起去啊？鬼哥，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看何欣欣？好啊。那，欣欣，你真的没有感觉吗？不会吧？哎，你那颗子弹挨着心脏进去的，差点就没命了。听说林医生昨天给你做手术的时候紧张得不行，给你输了好多血呢。后来谢丽婷来你病房闹的时候，他还把你救了，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。他这么拼，八成是喜欢你吧。聊什么呢？啊，谁喜欢谁啊？没有没有，鬼哥，宝贝他说着玩呢。鬼哥，嗯，听说你要让我进你的队了，真的吗？你啊，先把伤养好了再说啊。来，我知道你惦记这个谢丽婷的口供，我给你带过来了。刚才我听林医生说，他到现场的时候发现那帮毒贩已经全被人干倒了，但是他没看见是谁干的。你呢，当时有看到什么吗？我中枪之后就晕倒了，是林浩把我送回来的。他如果没看见什么的话，那应该就是没有了吧。嗯，好吧，那你先好好养伤，等你出院以后谢丽婷的案子咱们一起审。好。嗯，走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啊。刚才隐瞒了什么？啊？鬼哥是我队长，我能跟他隐瞒什么呢？合约第二条，我要知道你一切的行动，包括过程还有结果。下一次再问你，你要坦白哦。合约第二条。